我们穿江过桥，走访这片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。杭州湾大桥近年来通过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的汇集和扩散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我们深入街村居所，了解城市群里人们的所需所想。无论是货架上还是食品的包装上，都有二维码，这里就是食品追溯的标志。我们记录，我们思考，这些成绩只代表过去，长三角环境共享共识依旧任重而道远。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，这是长三角正在努力的方向。我们期待着这里将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。就在上海湖南路的这个小院子里，31室开始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特别报道，5月28日起精彩呈现。